这个发布了吗？这是就展会的时候才哦，展会哦 ，OK OK， 所以其实也都还没发布嘛。对，包括宣传资料也没做。OK OK。一个箱子，你有买两个那个装备，送了一个装两个赠的箱子，好像是。对，是说是吗？哦，你有买一套2050和12文，他送了这个就是装闪的神之作品，这个好送。这个好送。那这个是金色吗？这是金色镀膜。应该是金色镀膜吧，还是蓝色？就光的强度不太够，金色的。它重量是？重量哎，被人干走，再掂量一下。基本上你上小机器上量子都没啥问题。哦，还蛮轻的、啊，主要是它的画幅也小一些嘛，就是比 S35 用的。25300，它那个也是25300那个。升级的时候不是贴了个25000吗？哦，所以这就把这小数点把那个零瓦数占走，因为你们这个系列是？这个系列是我们新上的微距系列。哦，就微距系列。对，微距系列，一共有四个焦段，23、26、29。我那看起来蛮大的。待会儿他们现在去换那个。现在32上去了。OK。我用它拍过一个。给你这里一台，然后你可以看，就是贴着那个贴着镜片都没问题。现在真的时间非常长。这最近是多少啊？最近到这个，这贴着问题。哇！看我的账单，它是有点多。先扣了，但是这个系列有。这系列有几哪几颗镜头？我是有四颗镜头，24、32、24、32、659、基本上都常用的那几个都有。24他们接下来去哪？接下来去哪？那这个90跟正常版本那个90是不一样的，优化了一些，优化包括跟 AC，OK，okay, 好，优化了一下。那个怎么说呢？之前用的时候感觉大家还是就尤其是就是开 commercial 的那些人哦，比较那个要求比较高，是吧？要求比较高一些，所以说真正他在做了个优化，然后就是成套出来了。没事，拿。没关系啊，我网路查就查得到。是在这边拍片吗？还是？没有，我在台湾那边。台湾那边拍片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之前也有借一组去玩一下。对啊。是在那边当 DP 吗？还是？对，主要是 DP 啊，但是其实也有前期跟后期都有做，对啊，也有在做 YouTube 这样，就是个人工作者。对，算是这样。台湾那边环境咋样？拍这个像拍的干点行业，就有好也有坏啦，就是好的很好啊，坏的可能就是，就因为
相关科系还蛮多的，所以就是有很多学生，对啊，所以就变成他们就会学生党，那叫那叫价格是吧？就那个也是一个啊，就可能学生就这边一坨，然后不然就是比较商业那边就是有另外一坨这样，来玩圈子，对，类似这样。这样的，我觉得当然都有这些，24的会更广一些。这天哪一个？哎，不用节目，今天哪一个？24的会更广一些。Maybe your account knows something. We've had a bunch of like Japanese stuff shuffling around, and my mom is in a bunch of property. So I'm looking at her like, why don't you form an LLC or a trust, and you can write everything on it.就基本上就替你进镜头了。对啊，他平常可能就加个保护镜嘛，不然感觉很容易就捅到镜头。对，就是加个 UV 就行了。加 UV 可能就看你用 Dolly 吧，看你用 Dolly。如果是用 Dolly 或者是 Slider 的话都可以，就是还相对还说比较安全。如果你用那个 Machine Arm 的话，可能费劲一些，那就需要加个保护镜了。主要拍什么项目？ OK, sounds good. 然后我可以给你一张名片啊。哎 ，OK, 搜索一下，搜索一下。我那个包包在里面，我给你。没问题。Size manager. Okay. 那把90进来了吗？然后之前就跟台湾代理那边润城嘛，对，然后那边啊，润城他做带的东西挺多的，就他都带中国的品牌吧，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带中国品牌都，他带铁锅也带，其他都带，啊，哈利类的也有，对啊，那些都有，对啊，就之前跟他拿一整箱，然后就拿回家玩一下。这个价格也不便宜，一般人一个小组其实都能负担得起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去租赁行里面，这个可能还叫得上价格，那边的可能叫不上价格。可是那个还蛮多人租的，那在台湾还蛮多出租店都有的。对啊，就还算还蛮热门的。那边价格怎么样？价格吗？对，那个价格。其实我不太清楚大概可能。2000，不是我说出租的价格啊，哦，你说那边卖的价格，哦，我说出租了，毕竟你都已经买了，你肯定不会去了解。哦，我们那一套的话你用的比较多嘛，然后我们新做了一套限量版的那个银风，银色的雪峰，哦，只是长不一样而已嘛，不是是吗？你说镀膜也不一样，还是什么都不一样？就这个机器，好。算是镀膜不一样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们把镀膜工艺改了一下，然后有金色。现在这套我们带来的金色的版本。拍人像的话可能会好一些，就是拍故事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，commercial 的话可能费劲了。主要是拍那个故事片的时候拍人物，适合讲故事。嗯。我们是不是没有买 torch？ 没有 torch。手电筒。勇气，是不是要去买勇气？这套的话，我们就是限量发售的，只做100套，所以价格也会比较高炸一些。可以去体验，今天可以体验一下，然后回去可以下单了。那我还是会可以去找谁借东西的话，只有。所以光学设计应该是一样的话，跟。基础的光学设计是一样的，对，就只是镀膜不一样，主要改了镀膜工艺，还有就是改，你说这个的话，主要是改了一下几个里面几个焦段，它那个，它的那个鬼影，
还有就是机变我们改一下、哦、微微改一下而已，所以算是升级版本，特别版本，对啊，就特 custom 版本。这次主要全部的话还是变宽嘛，变宽我也没搞过。啊，变宽我没有搞过的经验，但我不跟你说我们包括谁做的。这是来几天？没有，我从头待到尾。从头待到尾。对啊，我要在这里待八天。待八天。我待八天，对啊。因为东西很多啊，我们看不完。我现在才从那边走到这边而已。对啊，还有另外一边 ，Black Magic 那边。对啊。对啊。啊，差不多是这样啊。对啊。讲完这次展会，之前还没来参加过，昨天人还挺多的。昨天，今天星期一，所以不知道人会不会怎么样，应该比较少吧，我不知道。应该人流稍微会少一些，主要昨天是大家都有空，就过来站着。另外就走过来。去哪搞个手电筒？去哪搞个手电筒？我是来关，有没有关注我们的流程？给你送点小东西。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， 我应该有拍个照发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给你送点时尚手电筒。我希望人在尝试，让他等一下再过来，就是让他十点多钟再试。或是让他那个 Inglis 还有 Swift 的 Transfer 也好。这个就是关注之后拍门脸照就关就可以了。对。然后这里。对。谢谢。follow 一下这里就是这个。你想要些什么？有 follow 相对的活动就对应的哦，可以那放那个你想要什么就参加对应的一冰这还有 T 恤的 OK 是要 follow 一下我们然后like 一下我们的就不要 like 就是 take a photo 就是然后是环绕一下来，让我来环绕一下。还有什么 ？Take a photo， 然后 tag 你们。OK， 没问题。